我看哎呀，啃上鸡爪子了。你看看这树林子，你 看, 看。哎呦我天了！那你看这边，你看看这边的。待会儿，哎呦我天了，这是谁的矿泉水瓶啊？去年应该去年的。哎呦我天了！这家兴旺坤真发财了。你看这灵芝，哎呀，给我乐的，我说，哎呀妈呀！哎呦我天了，这要是成了，这家谢小丽你可逮着了，我操！哎呦我天，定上位吧，定上位，然后那个什么，这是谢小丽的窝子了。哎呦我天了，俺不会定。这家一个，不会定，你会定，到时候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8个、9个。10个，11个，哎呦我天，新广坤发财了，啃上鸡爪子了，啊！哎哥，我就在这底下，我采了两个，我知道这，我看地上挺多树，我让绕过去啊，我寻你们在顶上，一会儿让绕过来再去找你们去。人小丽过来，咔咔就看这么多，我看俩，我一个毛也没看到。哎、我可得问一问看一下，没有，你能拉走吗？我看着的好像是，哎。就这么大吧，比这好像大一点，这就这么大，就两个。嗯，今天少啊。哎，你们俩吃的给我。哥，这你看这一片木桶哈，哥就这么这个。这少，往年这么说都成了。哎呀，真漂亮哈！丽，给你搭棚子吧。嗯。搭棚子在这那什么吧，你在这守着看着就行。看着半个月。看不用上，那也行啊，最起码看着了人家。上山我连个过瘾呢，我连个毛都没看到。我还采了一把。顶上干。我啊，顶上树桩子少，完了还干。今天旱刚死。对，该死。这要是成了，这家，哎，老多人脚印儿。有人。啊。行了，不成哥。在那边不是你放的炮哈。我就是开了一个灵芝，完走的这地方，在这、哎、我就在这底下放的。行啊，最起码见到了，长啥样了、嗯？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上山来瞅一看一看啥样。啊。再等一下日子，定上位吧。这个你定上吧，不会。嗯，这谁定上位了？放这玩意多好看。有认识的好朋友们，也没有认识的，像一朵花似的呢。那籽儿，还是一种药材呀？我是不认识。有认识的好朋友们，给说一下这是啥？啊！到了美女巷似的，在那儿接着喝呀。在冬季都流水。你说那个管儿？对，冬天它也流，冬天那管冻死了，就从石头底下往下。你看，哗哗流。它沈铁峰那个旅游景点上，那个全是这个水。我们现在打道回府了，他们呢？啊？我还采了点青蘑。那不错，回家又皮肤。我的天呀，这些都灵芝吧？今天准备上山了，你看新广坤早早就来找我来了。我说上山捡鹿甲去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先探探路。头一个。大家好，四老爷也看到灵芝了。我这个灵芝得放了几天，你看看呢？就这张红了，剩下别张都不红，看还有白边子呢。现在这样式的灵芝采了都白瞎，都留着，然后过一段时间，你看这个更不白扯，更不成。这种灵芝说呢，再过一段时间它就成熟了。哦吼，这俩人下山了，我们今天看到的灵芝都不成，都准备来年吧。不是来年啊，过十天以后我们就来采来了。我们9点来钟下山了，为什么下山呢？今年那个灵芝哈特别少，现在还不成，采了白瞎。你说这我们在山上再转悠，碰着也没法采，我们就打道回府。哎呀，也希望好朋友们看了俺们的视频，多多给俺们鼓励一下啊，多多点点赞啊，多多评论。咋地的过时间？对，就这个叶子哥是可爱吃了。这是车轱辘菜，车前子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收获满满的，看这表情。期待啥呀，大包小包？你看，哎，通红的草莓。这不是给我的，给我家姑娘的。
扔一边儿不要。你弄好。我的天呀，这些都灵芝吧？啊，成窝子了。哎呀妈呀，那我帮你拿这个。一看就是采着东西了，态度不一样啊。这么沉？我来看看。看看，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哎呀妈，这大灵芝，你看，灵芝吧都不成，我给他们忽悠了，你看没到？啊，灵芝不成，我们上山真碰着了。闹街你干啥呀？哎呦我天了，你要踩了不白瞎了？不菜也是菜。对呀、啊，我妈呀，我从山顶上飞回来的，够悠闲吗？不是这马子。是山顶峰的兔子菜，吃了兔子下双胞胎。对，我说呀，都兔子菜呀。在底下留点啥？我还踩了一把嗷嗷叫，四斤茶。看他那个表情，我寻思踩着东西了。哎，我会装吧？你妈装的太好了。啊，我当个演员行是吧？不是，真有灵芝，白瞎了。那家伙没踩着东西，饭也不给做了。不是没踩着，是看见了没踩。没人管饭，自己出去吃点饭吧。大姑你也没人管呢。没人管，谁管呢？拜拜，你们去吧。来来来，庆祝一下啊！这仨人回来没带东西回来，连饭都没有人管，好可怜呢。好，我们鸡。嗯，这里的小葱好吃。吃好了吧？啊，金宝春，你俩吃好了，吃好，关键没喝好，没喝好，没喝下酒，还得有饮料。那就晚上上你家吃去。行，吃吧。那我就结账了啊。好，有钱。